谢博弈送了我真情告白。何师傅，何师傅午安。谢谢黄鱼分享了我的直播间。卡丘午安，阿基拉午安，卡丘今天是第一个，然后博弈午安，北原神推午安 ，Kevin Ren 午安，变成新鲜柠檬午安，谢谢卡丘，然后君汉午安，君汉还跟我打了一声招呼 ，Hello 你好，是第一次来看我的台吗？Hello， 克鲁资讯午安，谢谢卡丘分享了我的直播间，然后黄鱼午安，谢谢阿基拉何师傅午安，许阿贵午安，修哲午安，修哲一如往常的很。准时，罗布午安，李天天午安，谢谢修哲分享我的直播间，坤坤来了，坤坤午安，坤坤今天很早哎，坤坤午安，专业高级耳麦吗？不是，它是普通的耳罩式耳机而已，只是。我想要听歌，但是我不想要影响到自己讲话，所以我就选择戴耳机的方式。因为我之前不是都开着蓝牙喇叭吗？可是蓝牙喇叭，状况还蛮多的，而且会抢到我讲话的声音，所以我觉得算了，我还是自己戴着耳机听好了。七儿是七儿 ，Hello， 今天很早来。李天天讲过了，季风亮午安 ，Hello， 还有 Pop 跟 Tomo 午安 ，Lin and J， 哎 ，Lin and J 今天很早哎 ，Hello 午安，柳云的豆芽午安，好哟午安，君汉午安午安，青苹果午安。陈逸飞午安，谢谢季风亮送了我水瓶宝宝。阿辉午安，当然啊。新阿翔午安，草莓酱来了，草莓酱嗨嗨雨露嗨嗨，草莓酱嗨嗨 ，Hello 桑午安 ，Hello， 坤坤上班偷闲 ，Forever 午安。青苹果 ，Hello， 布林巧，午安 ，Scott， 这样念吗？午安 ，Jack， 午安 ，Jack，Hello， 你今天好早 ，Hello， 这样就没有 BGM 了，对，但是那个 BGM 有时候很影响我的整个开播的风格。所以如果我今天是想像现在这样子好好谈话的一个内容的话，我好像先不要开会比较好，也会影响到观众的心情。因为我这次的主题是想要延续上一次跟大家讨论我们所有的周边活动企划内容的大家的想法跟意见，所以不要让音乐影响到大家的情绪还有我的情绪会比较好一点，这样子。来当薪水小偷几秒，回去上班哦，拜拜，草莓酱拜拜，谢谢你偷偷的来看一下我。还有谁呢？还有一个那个这个那个我不会念的，
谢谢你送了我玫瑰，然后是 C 开头那个，我把全部的字母念出来好了， C H I H S H E N G H S I E H， 我不会念，对不起。然后峰峰来了，峰峰 Hello， 还有谁？我看一下，张拔瓜希腊不巴西，Hello 午安，你的名字有点绕口。Jeff 6106午安，双眼哦，又看到双眼了，双眼午安。下午茶时间到了，对啊，你们有吃下午茶的习惯吗？我是没有啊，我通常早上不太能吃东西，因为早上吃东西血糖升高的话会太容易想睡了。上班不能跟，抱歉，没关系，很多人都是可能这个时间还在上班，真的很辛苦，可能只有学生准时放学的会跟得到，但是这个时间可能还有点早，所以大家都没有下班，辛苦了。武凌云，武凌云午安，耳机让脸看起来更圆，谢谢，但是一直都很圆，我觉得已经不是耳机的问题了，不可以怪耳机。然后哦，那个念弟弟吗 ？DIDDY， 周深金松午安，武凌云午安，好像讲过了。双眼，第二次看到双眼吧，好开心啊！还有谁？来旁听一下，今天特地请特休假返乡，准备明天投票。哎，嗯，明天是个蛮重要的日子呢，才难得可以看直播，真的很难怪，因为平常看不到君翰，所以是因为今天请了特休才有办法来我的直播间。上课只能看五分钟，好哟。谢谢 ice 送了我心心相印， ice 等等上课也加油啊！快吃完了，通常都是三点左右吃。夜雨苍生，夜雨苍生午安 ，hello 又见面了。然后刚刚 Jack 刚刚吃的茶叶蛋，好，可心阿佑午安。那个文杰都叫他 CSH， 嗯，不过这样简写好吗？我比较想知道怎么念这样子。今天一样到五点吗？对啊，上次没跟到，今天要来参与一下。哎，卡丘上次没跟到吗？哦，因为卡丘上次在旁听，在挂听，对不对？所以没有跟到。好像没有跟他讨论，但是上次的确讨论了蛮多有关生写真的东西。然后 WI78WINHESS 就是这个常常看到的名字。Hello， 午安。任小安午安。哎，又来了。飞人鱼宗勋，风肉面麻四推午安，然后那个 FELIX 午安，Tiger 234午安，上课面对小一小朋友去啵啵啵啵，小一的小朋友哦，小一的小朋友就要补习吗？好累哦。四向右秋午安。杏婷午安，花生糖午安。真的上班常常很忙，在国道服务区，等一下要载家人回乡投票。好，差不多都念过了。何午安，现在小朋友好早，好早就要补习哦，
虽然我自己以前也是，国小真的也是国小一二年级的时候就有补习吧，但是不知道现在就是好像有一种不补习就会跟不上人家的感觉，所以补习基本上每个人都必备，放学了之后还要继续学习这样子。可是我真的蛮喜欢补习的，我在补习班的时候很开心。可是我以前那种补习班它不算是就是那种什么冲刺班啊，或是比较严格的那种补习班，它就是很像课后辅导照顾你，然后有课有要上课没错，但我是觉得还好啦，就是你功课写完了就可以去玩，然后偶尔会有英文课这样子。我自己小时候补习的回忆是这样，我一直对补习的印象还蛮好的，应该算是少数不讨厌补习的孩子。那个是安亲班吗？啊，安亲班哦，是这样子哦。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是安亲班没错。然后，我们自己学校也有开学校内部的课后辅导，就是学校里面的老师会留下来教你喜欢功课的那一种。可是我以前还蛮有时候会自己跑到操场去玩啊这样子。阿华午安，今年除夕刚好雨露生日，真的吗？真的、哦、所以2020年的除夕在12月4号吗？真真痛痛痛午安， banana 午安，看那个谁又来了又来了，要常来哦，午安。杰克斯午安，现在小孩压力真大。也是因为现在要竞争的对象可能范围都越来越大，就是可能不止国内的，光国内竞争就蛮辛苦的了，然后还要考虑到国外的这样子，然后要会的东西越来越多，很多就算不是补习班啊也会去才艺班这样子。我是没有去才艺班，我是去安亲班而已。啊，忘记雨露还没有20。对啊，我还没有20，我现在19而已，因为我是年尾的，所以就算我2000年生我也还没有20，要到年尾才20。击败魔人午安，然后三哥午安，还是要培养学习的兴趣，不然很多上大学就垮了。对啊，的确，因为我有不少朋友是那种因为以前一直被逼着去上什么什么补习班，某个科目可能英文吧什么的，然后他们学习的体验就很差，因为他们其实不是很想去啊，但是父母就是说你要去这样，然后长大之后在学校就会特别讨厌那个科目，然后特别不想学这样，也成绩也没有真的变得比较好。应该是雨露的 ID 字界打错了，1204变成124，是这样吗？2000124，哦，我打错了吗？黑哥来了，黑哥午安，愚者也来了，愚者午安。谢谢黑哥分享我的直播间啊！鸡尾包，鸡尾包也来了，鸡尾包 hello， 小叶午安，膝盖帮小叶，如飞梦，四象诗情午安，彩虹花午安，哎，之前有看过彩虹花吗 ？Hello。
幸好没有钱，幸好没有钱，午安。Dragon 子龙午安，吴红林午安，小魏午安。先挂听一下，还在忙。好，老沙，老沙来了，老沙午安。林伟老师午安。好多人，好多人来了。我刚刚也想起你十二月生日啊。哦，哦，所以，哦哦，所以其实是看成一二四，但是实际上是十二月四号。Blue 流啊 ，Blue 流，我还记得你，你的名字太好认了。午安，卢正一跟病木己，午安。守护记六秒，沉鱼落雁，午安，呆呆午安。好，我想插播一下，我想跟你们说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法法说他有一次去便利商店的时候，然后他买完东西要出去，然后他就听到后面有人说新年快乐，所以他就很自动的也回了新年快乐这样子。可是后来他发现是便利商店电视里面的声音，所以他超尴尬，他都不敢，他说他好像不敢再去那一间便利商店。我觉得超可爱，我就很想跟你们讲，超可爱。不觉得吗？就是他以为有人在跟他说新年快乐啊，可是没有，是那个便利商店电视的声音。也祝法法学车加油，好，我会跟他讲的。笑死，我也笑死。他跟我讲的时候，我笑很久，尬爆。就是你们有没有在自己家附近熟悉的店面，比如说任何饮料店啊、小吃店啊、便利商店这样子出糗，可是出糗一次之后你就不敢再过去，会有这样子的情况。你只能祈祷他，祈祷那时候店员没有听到，或者是他可能过几天就换工作了，不然真的会很尴尬。没有，上班静音挂着 CKC， 午安，还在上班吗？然后陈义凯午安，浪客18775285午安。不会啊，出糗之后会跟店员更熟。现在听到店家阿姨喊帅哥都不敢回头了，为什么？可是他可能就是在叫你啊。可心，哇喵喏，威力午安，令狗午安，那个贴子午安，谢谢老沙。然后，我想想看还要讲什么哦。有一次，我是遇到那个什么便利商店的店员出糗，不是我出糗，就是我。因为那个便利商店的员工在那边工作蛮久的，所以我认得他。有一次他在帮我结账的时候，他就少结到一个，可是他已经把我的食物送到微波炉里面了。后来他就说好吧，等一下我再结。然后那时候我好像买茶碗蒸吧，然后他后来微波好了之后就再帮我重新结一次。可是还有一个食物在微波炉里面，可是那个时候就突然很多客人要结账，所以他后来就一直没有把我的食物从微波炉里面拿出来。我也不敢提醒他，因为我知道他很忙，我就只是在旁边等着。然后他后来结到一半，他就看到我，然后他就想好像想到了微波炉里面有东西，他就赶快拿出来给我。这应该也算是一种出糗啦，可是他很忙吗？要放到凉了，要提醒店员啊。可是他已经很忙着在帮客人结账了，所以我不想要让他
在多忙一件事情，所以我就想说好吧，你就先帮客人全部结账完再来弄我的就好。谢谢那个神秘的观众送了我水瓶宝宝，然后16午安。我也遇过微波很久没给我，我地瓜都吃完了。不过通常便利商店的微波炉都会微波好，都会提醒，不是吗？会有声音吧？我先站里，等等再上，好哟。这样拿到两张发票，赚到了。这两天成员都在宣传深蟹，怕爆。啊，空包哇，下午好，空包哇。诶，Hitoshi-san，空包哇。空巴娃有时候看到店员太忙也是等他没事再提醒。对啊，隐藏着黑暗力量的钥匙啊。午安吴亦凯，午安。伊托西さん是日本人吗？日本人ですか？谢谢鸡尾包分享我的直播间，然后眉毛午安。我是要该开始进入我的正题了。那我们上次是讨论了生写真嘛，那我们这一次要从什么开始讨论？从活动好了，从 mini concert 好了，因为我们最近一次的活动应该就是 mini concert。 我是日本人啊，会说中文吗？好厉害吗？好啊，就是大家有参加过 mini concert 的人，你们对我们活动的想法是什么？然后曲目，我觉得曲目什么的表演的内容方面可能没有办法做太大的调动，但是比较自由的环节是可以有一些改变的。我们表演的曲目可能暂时就是那个样子，但是我们可以多想一些其他可以改调动的方面。因为我们每一次的福利环节都不一样嘛，就是我们都想要让每次活动都有不一样的福利可以给观众，但是实际上观众到底对于这样子的体验满不满意呢？这个就要问大家的意见。会来我们 mini concert 的人是实际来过参加过之后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难忘的回忆，真的。我记得的有什么？拍立得，还有那种成员，就是我们现在不是很常做成员的那种问答的题目吗？跟成员有关的，比如说小时候的照片，或是成员自己想的问答题，给观众来选。我们那时候有放了两张不同颜色的纸，然后让观众都先站起来回答。那回答错的会坐下，回答对的继续留着，然后看剩下几个，剩下最后的那几个人可以得到我们的福利，这样子。因为目前想到的这个游戏是比较公平，而且所有人都有参与性的，就是直接让所有人都玩，而不是可能抽签这样子那种运气几率的问题。
是让观众自己决定，自己来争取这个福利，会让所有的人都比较有参与感。哦，对对对，讲到问答就想到语录的第一题的坐下，不好意思，因为那个，不过跟我有心有灵犀的人还是蛮多的，因为我记得我没有讲过有关于这个，就是我喜欢红茶还是奶茶的问题，所以如果来挑战看看粉丝的话，可能真的很多人会不知道。对，虽然听起来是蛮简单的一个问题，那个很有趣，而且还能知道很多成员的事情。切尔东午安。我是自己搞错答案选项哦，这样子哦，也会有没有听清楚的可能呢。哦，所以这个就可能是活动进行上没有抓好，不够清楚。可能我们这方讲的不够清楚，因为有时候成员边想题目，然后边讲，他可能会不是讲那么清楚。所以有时候听不清楚选项或听不清楚问题，就可能答错。这种时候可能要左右问一下，哎，他刚讲什么？这样。坐下之后，你就完全看不到台上的成员了，大概十几分钟，超空虚。也是有这样子的问题呢。这个要怎么办？不过这个也不可抗力吗？因为毕竟要站着跟坐着才有办法区分答对的粉丝还剩下哪一些。那一次有撑到最后跟雨露合照开心，真的，卡丘，我觉得你好强哦，你真的哦，我的第一题你很幸运的存活下来了，然后后面有一些成员的问题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像是易云还问说什么，他那时候还问说我的是易云还是云爵忘记了，好像问说我那时候喝水的瓶盖是红色还是白色，然后小迪问了说我的发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这种很我觉得很难回答的问题，可是都有答对，我觉得很厉害，是真的值得奖励的。卡丘在我后面哦，真的吗？好像有沾到一点点口红，真的耶，等我一下哦。应该没有了，谢谢你。拍立得超幸运，不然你们如果暂时想不到互动的环节的话，那你们可以想想看你们喜欢什么样的福利。除了拍立得，拍立得很棒。谢谢 Blue 流帮我回答小迪问题。原来有这样子的吗？对啊，乌咪神推午安，超爱真理库的新材午安。mini 控基本都蛮好的，除了助席惨了一点，坐后面也可以看表演。对啊，而且我们那时候有走下观众台，走下舞台跟观众互动，那环节也是都有照顾到后面的人。我只是个路人，午安。喜欢听语录说话，入起床闹钟，感觉是个很棒的福利。这个是个很棒的福利没错，但是就是不太能在现场就做到，因为我们那时候活动现场没办法录音，品质可能也不会很好，而且我们会尽量希望这个福利是有独特性的，就是比如说拍立得可以很
清楚的知道，哇，现在照片里面的人是某一个成员跟某一个特定的粉丝，这个就不会变成就是可以到处外流的东西，会变成只属于这个粉丝个人的回忆跟东西，这样子对我们来说才是比较理想一点的福利。如果大家有参加过任何其他偶像团，不一定要 AKB 的也可以偶像团，然后你有觉得比较有趣或者你很喜欢的福利环节或互动环节都可以跟我说。哦，对，那是见面会才有的福利， MINICON 没有，只有看表演而已。神兽，神兽午安。抽个人可以拿手机拍成员合照就好了，录几秒短影片给粉丝。哦，有，我知道我知道。哦，录影也不错，录影这个好，这个可以，这个比较难想。录影哦，那录影的话会希望是什么样的内容呢？你们想要录什么样的话给你们？还是比如说可以说你可以吊我一下吗，这样子的感觉，或是你有特别喜欢哪一首歌的口白，比如说星星病毒，然后叫那个成员可能录一小段，看可不可以这样子给你，也是不错的。开始天马行空的想啊。貂蝉，貂蝉午安。对啊，录影超羡慕，谢谢貂蝉。貂蝉 hello， 诶，貂蝉怎么一来就笑起来，嘻嘻嘻，午安。感谢貂蝉，然后小鞠也来了，小鞠 hello， 小鞠午安。921之后出生，没错没错，我是2000年的921之后出生，所以这是一种幸运吗？算是吗？嘻嘻嘻，就这样念了，不然你讲嘻嘻嘻怎么那么有喜感？才没有吧，嘻嘻嘻，因为我不会这样笑啊，我不会这样笑，所以念起来很奇怪。嘻嘻嘻，营运准备定型，问给抽中的人选会比较保险一点，什么意思？营运准备定型问，不要再笑了，没有那么好笑吧？哎呦，就是念什么的范例嘛之类的。嗯，就是只能选题目，只能选题目。吉井名酒丸定型文，不然临时问。哦，我懂我懂我懂，嗯嗯嗯，所以你们在讨论，哦，我了解了，所以是录影的东西有固定，就是营运那边可能有固定可以录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给你粉丝挑这样子。哦，这样子哦，了解。避免太过母汤的内容，对，嗯，这个部分感觉一定会先设定好，因为有时候临时要大家想也想不出来啊。爱折纸的阿哲，午安。粉丝选选项选录影的内容有规范是比较好的，对，嗯，这个部分要先规划一下，比较不会出状况。那除了录影之外，有没有什么还想要其他的福利呢？
我觉得果然还是那种可以保存影像的，然后记录当下的回忆最好的方式，果然都是这一类拍立得啊、录影什么的。因为就算，可能当场跟成员做了什么互动，如果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也可能会忘记，所以有办法拍下来或记录起来是最好的。那如果福利的部分大家都比较想要这一类的拍立得跟录影的话，那互动游戏的环节有没有什么是可以让你们有参与感，就是想要参与，然后又有跟成员互动到的感觉呢？能保存的还是比较好，真的。可以，也可以避免我家那位青女犯，你知道他吻魔吗？他会对女犯下手吗？雨林会吗？我们成员负责把他拖住，不可以。你说，例如生日会抽上去的那种，对对对对对，比武招亲。我去看地下偶像的指名特点，有时候是手机合照。Steven 晚安。之前有地下团是把拍 PV 用到的简单物品给粉丝抽。哦，有欸，有，这个可以。是。哦，曾经在。如果我们活动有用到一些彩球，或是用到各种小小的道具的话，如果没有要再使用的话，也可以把这些东西给粉丝抽。啊，对，没错。不然就是可以有那种彩带啊，然后彩带是上面是成员们自己想的一段话，然后那种拿到了应该也会开心吧。活动上面用的彩蛋，然后上面可能有这是第几次活动啊，然后活动的名字啊，然后是哪一个成员写的一段话这样子。不是演唱会很常会有这种东西吗？彩带彩球，这个也算是保存回忆的一种。然后木亭酱油先生午安。希望能跟成员合照，并有成员的纸笔也不错。板道是有可以抽粉丝，让粉丝提供物品给偶像签名啊，有这个也可以。等一下，我找一下。粉丝提供物品，给偶像签名。有欸，我之前有看到有人准备一整本簿子，然后专门收集签名的，我有看过那一种。因为怕签到太随便的东西上面会那个签名会不见，所以专门准备一个收藏签名的本子，小本子。那种很用心的粉丝也是有的。雨露要接任好言的企划师了吗？没有，我真的自发性的想到这个主题而已。虽然我那时候开玩笑说我有可能是那个好言的企划师，但是没有这回事，那是开玩笑的。当然物品也要规范，例如结婚证书才不行吧？结婚证书，偷偷把自己的愿望讲出来。你是啊，失误签名。虽然说，我们还没有做过这样子的福利，有吗？
有，不对，好像有耶，我记得我第一次办的生日会上面就已经有粉丝自己带东西给偶像签名了，然后我记得还有人带自己的应援物，自己做的应援物来给我们签名。嗯，只不过在 MiniCon 上面还没出现过。游戏主题不要难分胜负的就好，时间流程很重要，真的，时间的控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嗯，尽量可以快速决定比较好掌握的游戏会比较好，不然到时候有那种难分上下的情况就很危险。花花，花花午安。也有是当场丢出去的，比如唱纸飞机，最后射韩流言的纸飞机。哦，咻！我刚刚干嘛？那个念谢吗？谢念，午安。我很怕他亲他认识的女犯。怪头乔。奶哥午安。一单做的晴天娃娃就有抽给粉丝啊，五只。嗯，啊对吼，因为过年也快到了嘛，农历的，所以可是台湾也没有神社，我想说之前不是有画那个绘马吗？说不定也可以再画一个，然后先画好，然后 mini con 的时候再抽给粉丝这样子。这个也不错，可以挂在家里，然后有点喜气的那种，可能一段新年祝贺的一段话。不过，这个部分不是我在规划了，只是我觉得这样会不错。不过也是刚好靠近，因为靠近过年才能这样子做的。如果是，我想想还有什么？丢。转蛋球里面放签名小卡也可以，避免读后自己粉丝要先洗牌过。丢转蛋球里面放签名小卡，哦，这样子也行。身份证给成员签啊，配偶栏的部分拿给晨晨。想被逮捕了吧？玄阳，玄阳午安。玲玲儿午安，信婷午安。信婷。不过少数人而已，快速决定，那又回到抽签是最快的了。不过有些人就是签运很差，他可能一直都没有抽到的话，他会不会就没有那么想要来活动了？因为他没办法，他都只能靠这种随机的东西来决定，没办法自己去争取福利的话，可能会觉得有点难过。浪客39347888午安，提供 CD 声写给成员签名应该也不错。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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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到了，就是如果有时候有卖那种场次活动限定的商品的话，那有购买商品的粉丝们可以有机会抽到，就是让成员亲笔帮你签上去，那个也很好，那个也很好，就是哦，某个互动环节是只有买限定商品的人可以参加的，那有这样子的福利可以。跟成员玩游戏，然后赢的人还可以给成员签名，这样子，哇哦，这个也蛮棒的，是吧？
就是哇，你去那个活动有非常值回票价的感觉，因为都是限定的东西，所以才会让真正购买的人有很值得的一个感觉。嗯，这个也很不错。蛮好的，蛮好，预售也可以啊。对对对，预售也可以，不过我们没有预售啊，因为会码的话比较简单可以做，但是预售你要找到那种可以写字或是可以好像比较难一点，预售会比较难，不然预售可能比会码更能带在身上，会更好，会更实用一点点。雨露晚安安，等一下我看一下，我在日本，骷髅现在在日本吗？谢谢卡丘送了我的水瓶宝宝。台湾的神社几乎都拆了，没有拆掉不是太小就是荒废了。而且主要也是台湾人没有会去参拜的一个习惯，因为我们都是公庙啊，这样子去上香拜拜为主，不会去就是参拜。那个参拜要做什么活动呢？我想想，抽签吗？还有投钱许愿这样子，摇铃吗？因为我自己去过日本的经验大概都是做这些事情。而且他们神社是真的蛮大的，然后蛮大的一个占地，然后那边去的人还不少，而且就是感觉是蛮自然的一个环境，就是树很多啊，然后要走很久才到得了，那个路还蛮曲折的。有一些神社可能是这样子啊，像那个什么神田明神的话可能就不是这样。不过神田明神我那时候没有去到，我原本想去，不过那个不在行程里面，所以我那时候就只有去秋叶原而已。我在日本网路很贵，只能来打招呼好哟。像木曜那一种哦，我觉得今年2月14你们应该会有快闪发巧克力的活动，这个不知道哎，不过可以期待一下，如果有的话就太好了。就是看如果真的有的话，公司那边会再发布消息，希望有快闪。谢谢骷髅，骷髅现在在日本做什么呢？不过骷髅下个礼拜就回来了吧？我记得签运很差，没有抽中过。对，我就是想要照顾到那种签运很差的粉丝们，很怕你们真的没有签运到来参加连续三场活动都没有抽到你，这样会很惨哎。安梦呢，菲菲，午安。我们苗栗还有通宵神社哦，真的吗？苗栗我很少去，所以我不清楚。一番赏的概念，一番赏的概念。啊，一番赏的概念，签运差吗？之前连两场坐最后排，所以骷髅不是那种。先拜拜，一路加油，骷髅，谢谢你，你也是哦。哈流さん，哦，哈流さん，また来てくる。哈流さん，こんばんは。活动本身就是互动啊，签运差只是附加的，也不能这样子讲啊，希望大家都可以真的开心。如果我自己是真的那种连续两三次都没有抽到，我会很难过吧，我不希望有这样子的粉丝。况且现在只要肯跑就要签唱会了，这些都是附加价值，是没错。
就是因为这些不是，这些都是附带的东西，所以才叫福利嘛。嗯，但是也不能说因为是福利就好像，有就好了的那种感觉，还是要用心的去规划，才会真的让大家越来越愿意去参加我们的活动。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也是很辛苦，要从我们活动主要都在北部嘛，然后他们要从中南部或是东部这样跑上来，然后可能要先请假，先干嘛，先排假日，或者是可能手头很紧了，可是不行，很想要看到我们，所以还是买了我们的票。我觉得这样子的粉丝真的给大家这样子的福利，是很鼓励他们继续来参加我们活动的一个行为。所以福利的部分真的要好好的想该怎么去做，所以我才会一直想要问大家，你们会很希望我们怎么样去做互动跟福利的一个部分。这个都是增进，不管对成员来说还是对粉丝来说都是好的，可以增进我们彼此之间的感情，然后也可以让活动办得更开心，让更多人愿意来我们的活动这样子。少凯来了，少凯湾慢慢淡出太平洋的鱿鱼丝。晚安，こんにちは。我今天没声音，我在看。我不是男的，我不是男的。可是你后面那个表情符号，你是男的吗？晚安，浩浩，浩浩 ，hello， hello， EP 午安，南城痞子午安，小米。Edison 这样吗？午安，还是 Edison 午安。谢谢少凯分享我的直播间。台湾人，你是日本人吗？我是台湾人哦。所以我不是男的，这样叫你可以吗？那个是第一次来我的直播间，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你。如果你对我的直播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追踪我，然后你可以看个几次，看个几次我的直播，每一次的内容都不一样，而且还蛮有趣的。甚至你也可以搜寻我放在这边的小贴子，我打不要搜寻，你可以去 IG 找找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那我平常都是固定在下午4点直播，然后星期二跟星期五这样子。你有空的话，偶尔可以来看看我。刚下班来看专业主播语录，我在你们心中已经是专业主播了吗？这样吗？谁愿意这样冲的粉丝，其实能见到成员本人就很开心啊。抽签本身太随机了，除非办专属互动，每一种互动再额外消费。每一种互动再额外消费，可是。不同的互动的等级的那个金额要怎么定呢？而且那个等级又是要怎么分？有点真专业主播。雨露口红的颜色好好看，谢谢。真的每次都有人这样称赞我。我先去上班了，拜拜雨露，拜拜秀哲。正在吃尾牙，只能听播哦。吃尾牙，吃尾牙，开心吗？这有点类似 TeamSH， 是 TeamSH 吗？金卡银卡之类的分级吧。我也不是说这样不好，这样子分类还蛮也不能说不好啦，对，该怎么讲呢？可能不是我的风格吧，不是我的风格。因为我个人的风格就是不管支持多少的粉丝，我都会，我都会想要照顾到他们这样子，对，可是这样好像有点分得太细的话，不太像我自己的作风啦。我这次也只买了研究生场，三场有一点，你花越多时间越多的感觉吧，没错。因为真的有一些粉丝他
虽然很喜欢你，但是他目前没有这样子的能力去支持你，所以他就会觉得可能对我还蛮抱歉的，就是我没有能力这样支持你啊。可是我听了这些话，我真的很心疼，我真的觉得没关系，这样。你我可以接受那种你真的什么都不用花，然后你只要喜欢我，我就觉得够了的那一种人，我是那一种人。但是其实这样还蛮行不通的啦，因为不能这样子去经营。但是我自己就是这种人，所以我有时候还蛮挣扎的。对，每位粉丝支持的方式也不一样，真的真的。有些是可能就默默的关注你，但是他可能不常来跟你聊天跟你互动，但是他可能某些重要的活动，比如说握手会这种活动，他会很愿意来，因为他可能想要直接跟你讲到话，一对一的跟你讲。我有遇过这样子的粉丝，平时不太喜欢他，可能也平时也很忙，但是他有默默的在关注你的活动什么的。每一个粉丝都有自己习惯的支持方式。粉丝很多种类，但喜欢偶像的心情都是一样的，你是属于这一种吧？对，我就是，而且我这个人就是我没办法，我真的很没办法看到人家愧疚或是难过的那种，我会很受不了，我真的完全不行。我就是最怕看到人家对我讲这种话，我就会觉得真的没关系啊的那种感觉。我会再慢慢来。See you, hello, hello, san, またね, またね。咸蛋超人，咸蛋超人午安，许阿贵午安，博弈又来了，博弈午安。感觉雨露皮肤超好，谢谢。也有成员这样子讲过。主要是如何传达？给一般人这活动很有趣这种感觉。对，如果我们想要透过自己的活动 mini concert 跟见面会握手会这样子的活动，让不是我们的饭也想要来参加的话，有一些饭还没有认识我们那么久，但是想要吸引他们来参加活动的话，需要怎么样的一个元素呢？不过这个可能要问，这个问你们可能不太准，因为大部分在这边的人都是已经认识我们这个团体很久的了，所以这样问会有点不准。但是我刚讲的那个也蛮重要的，可能比如说可以录影的时间啊，要不要做一些我们有趣的宣传出去。宣传很多真的很重要，有时候可能也需要比如说我们自己的粉丝来拉身边的人啊来参加，就是可能哇你有哪个朋友开始关注我们团体的某一个成员，或是因为什么事情注意到我们，可能在什么新闻上啊或是在什么影片上看到我们有兴趣的，然后这种时候就赶快大力的拉他们来参加我们的活动这样。我们也很需要这样子的一个计划。主要是要怎么做好宣传这一块，宣传的力度要做好，才是增长活动来参加的人数的一个重点。因为也说了，毕竟我们这个团体真的虽然很多人很难记，但是一定有几个成员是你喜欢的类型，就是可能你还没有遇见他而已，所以如果尽可能的有机会让很多人知道我们每一个成员不同的面貌，说不定会吸引到更多的人想要来知道我们这个团体。其实我们已经有在越来越好了，我们的单曲销量越来越高啊，然后我们的活动也越来越多，这是好事。但是一定要继续想该怎么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个团体也是
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目标。像这次很多成员的2020年的新的希望，都是让很多人想要让很多人知道 TeamTP， 或是想要让很多人认识更认识自己的魅力，所以就代表我们在宣传或是自己甚至是自己经营自媒体的方面都要更加的努力，才有办法做到这一块。我们需要找到那种真的可以吸引到人的东西，真的可以引起一些风波、一些宣传效果的东西，但是这个没有那么简单，所以要大家一起来讨论会更好，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的粉丝也一定很希望我们这个团体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而且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这些基层的粉丝，就是不管你有没有来参加过我们的活动，就是不管你实质上对我们的支持有多少，但是现在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件事情，让整个团体变得更好是很重要的。好，我刚刚是又在顾着自己讲话，没有看到留言。如果握手会有表演可看，就很好推坑了。但是，这个有点困难，因为握手会大家都穿得漂漂亮亮的，但是我们的活动是很，我们要表演是很激烈的，就是会要很常补妆啊，然后头发也会乱掉，会流汗什么的。尤其是易云超会流汗，他不是很多时候看他活动完下后台，他的刘海整个都是湿的，平常也是。所以大家可能不想毁了自己最美，就是美美的样子，不想把最好的样子因为表演什么的就乱掉。所以握手会可能不会附加表演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子。很多成员都很会流汗，真的。天地沙鸥午安。像之前很多人抱怨影片花絮太短，但其实短而精华也有好处哦。是没错。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大家自己的意见都各有好处。不过，我们为什么最终还是会这么做，都是有一些考量在的。对，我们不会，我们虽然都会听大家的意见，但是没办法特别倾向某一部分的人的想法。大家就是真的实际上在做影片花絮的工作人员，他们可能有自己的考量，或者是当天在录的时候有什么状况也说不定，所以各种因素的影响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不会是大家想的那个，不一定是大家想的原因啊。这样，嘉莹安安，樱桃猫安安。之前花絮太短，不是真的很多重点都没有吗？而且影片太短，我在其他的团体。有些团体是习惯他们会也是很短的影片，然后是分成好几集的那种感觉。虽然影片都是同一个主题，但是是分成好几集接着看。也有那种就是到某个段落结束了就换下一集的感觉。平凡的成为主流。艾斯送了我一个，我来签到。Hello， 艾斯，你课结束了吗？骑车先挂停，阿基拉，骑车小心哦。我不知道，其实我的直播安定的延播了。我最近还蛮高兴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昨天把我的胃药吃完了。我不是礼拜二直播的时候有说我胃食道逆流，真的很痛苦。然后我开了3天的药，好不容易吃完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
不太对劲，所以可是我不想再吃药了，所以我就暂时观察，如果不会像之前一样那么常阵痛的话，就先不要再吃了吧。安安您好，为什么要这么礼貌呢？我都有在吃中药固欸，所以卡丘的胃也不好吗？卡木伊桑，卡木伊 ，Hello， 午安。哇，你也逆流啊！我年初也有逆流，对，而且我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逆流，就是找不到原因啊。我也没有很不好的吃饭习惯，所以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逆流。那这样子，其实我们 mini com 讨论的东西不多欸。这个部分真的蛮难想的，反而是跟升学证比起来，的确大家的意见少了很多，所以代表这个不是一时之间可以那么有想法的东西。不过我相信再多办个几场之后，应该就是我们会办得越来越好。所以1月19研究生场的 mini concert 大家也要尽期待一下，然后踊跃的参与研究生场。这一次那一场就只有研究生而已，而且我们这一次好像卖的不怎么好，虽然有一点难过，但是我们因为还有乃木坂的演唱会嘛，可能撞到了，有点难过。对啊，不过自己可以做好，我自己觉得自己可以做好的部分就是在每一次的表演上面都认真的演出。虽然人很少，但还是要让有来的人可以享受整场的表演，然后其他部分就慢慢改进就好了，就像现在这样子跟大家一起讨论，然后想想看要怎么把团体变得更好。对，才2020年的年初就这么有干劲的，挺好的。扣扣路，这次签唱有点效果，从不消费的同事也买了2张。真的，或许我们需要常常有那种到人很多的地方然后办活动。所以签唱会真的蛮棒的，让很多不知道我们的人可以开始关注我们，甚至支持我们的单曲也可以，这样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入坑的开始。节目真的会圈粉哦，所以你们觉得就算跟成员做再多的互动也不一定真的会增推，还是要从认识成员不同的面貌开始，就是更加深入了解这个成员才会开始推，而不是说虽然互动也是了解成员的一个部分啊，对，但是按照玉的讲法的话，就是福利好不好不重要，不是不重要，就是福利好不好可能不是一个重点，是想要认识更了解那个成员之后才会开始推他，这样子吗？有拉过但又晋升为消费还是有难度的，对。要真的成为固定的我们的主打客群还是有一点难度，不是说刚入坑就会马上支持我们的。
以前不爱休假，有了听 TV 之后，假期都我的，别跟我抢。语录开的时间有点吃亏，上班不能看。突然想起上班不要看。节目真的比较好，我也很常看别人节目才认识其他人。看到知道认识活动，认识参与互动推起来。所以不用，可能不用那么着急着近距离的互动，主要是先透过各种影音平台的方式宣传了自己，然后会有兴趣要来找你的粉丝就会自己来找你，然后他如果跟你透过互动的时候更喜欢你的，他就会增推你，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吗？因为所谓可以近距离互动面对面的福利，可能也是要真的是自己喜欢的成员才会有福利感，才会有开心的感觉。所以还没有先认识之前，或是有兴趣之前，就算做了再多的互动跟福利，可能也没有太大的帮助。你们目前想要讲的是这个吗？而且我们成员也可以，我觉得我们成员之间也可以互相自己自发很多小小的活动，像是之前那个佳丽有跟柏林他们，就是我忘了有谁，佳丽、彩杰、肉肉、面面、柏林他们自己办那个章鱼烧派对，我觉得那种小小的东西就算很普通，但是也蛮好的，也算是一个宣传的效果，而且蛮可爱的啊，不是吗？章鱼烧，对啊。不知道绿草地约会有钓到多少人哦？绿草地约会我不太清楚，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休息了，所以我对那场活动的实际情况怎么样我还不太了解。对 ，Puppy 永安，谢谢 Puppy 送了我一个 Love。全员能玩的分组游戏，但现阶段要做全员节目有点困难。所以其实大家也蛮清楚我们现阶段的各式各样的困难在哪里。但是能尽量做好的地方就先做好。没有，我在想，思考的时候会突然不讲话。福利是顾饭，但需要的是吸引新饭。的确，所以现在不用这么火力集中在福利身上，或许比较需要把火力集中在吸引新饭身上嘛。然后大家跟我说了，主要他们很常增推的一个方式就是节目。但是这个部分我真的也没有办法去做决定，不过我可以知道你们的想法。田中来了 ，Hello。年关期间，实际上各行各业多少有影响。焦哥不是说过无论台下有几个人都要用最好的表演，的确啊，就是只要有人注视着你，不管多少个人你都要把最好的样子给他们看。研究生有蛮期待语录的表演啊。好，茄子又来了，茄子 hello。 刚刚是谁在咳嗽啊？要多喝温开水，谢谢。
我倒觉得你讲的挺多。可能因为语录正在逆针上游吧。好，我今天差不多要来念榜了。吸收新饭要烧钱，办活动可以收钱，看大方向。As long as 时代跟古早不一样，各平台灵活经营很重要。博荣午安，只想爱你小咪午安。力争上游，力争上游。我想说不会有人听到，听得那么清楚做什么呢？小鲜肉威哥午安。面面母女推，面面母女是，哦哦哦，是面面跟杰星吧？七星，阿翔，谢谢阿翔。然后，没客满其实有本家初期的味道，观众多寡没关系，全力冲刺就对了。是没错，但是。还是希望真的可以每一场活动都做满。好，差不多念完留言了。面面到底对啊，我来念一下今天的榜。今天的榜有蛮多的，我看看有几个，23个。所以我从第23名开始念。今天的第23名是峰峰，谢谢峰峰。22名是 Papi， 谢谢 Papi。我念到一个段落再谢谢好了。所以23名是峰峰，22名是 Papi， 21名是季风亮，20名是花生糖，19名是坤坤，谢谢你们。然后第18名是老沙，17名是阿翔。T-shirt 哥阿翔，第16名是玉，15名是鹰头猫，谢谢你们。再来，14名是 Tomo， 13名是骷髅，12名是那个，我先简写好了 ，CSH。然后第11名是北原神推，第10名是卡丘，谢谢你们。第10名是卡丘嘛，然后第9名是草莓酱，第8名是神秘的观众，第7名是黑哥，第六名是貂蝉，谢谢貂蝉，貂蝉第一次来我的直播间就第六名，还蛮厉害的。然后第5名是变成新鲜柠檬，第4名是鸡尾包，谢谢你们。接下来我要来个别感谢。前3名的粉丝，第3名是博弈，谢谢博弈，恭喜你，今天是第3名。然后第二名是，对，应该是修者吧？是阿基拉啊！今天的第2名是阿基拉，然后阿基拉骑车小心哦，谢谢你。今天的第1名是艾斯，恭喜艾斯，今天的第1名，然后。难得的又回归到第1名了，感谢。以上是今天所有23个有在我的直播台投礼物的粉丝们，谢谢你们。阿基拉，恭喜阿基拉，雨露今天辛苦了，不会。然后今天有很多第一次来我直播间的。粉丝好像比上次又更多了，像是在榜上的有一些也是今天第一次来的，我看一下有谁，有一些可能是第一次上榜的，我记得 Papi 是第一次，然后CSH 那个可能也是第一次，还有谁，还有貂蝉也是第一次，
然后还有一些有来我的直播打招呼的，谢谢你们今天给了我很多的意见，然后我自己也会想一下该怎么去整理大家的想法，然后之后我们再应该会再继续延续这个主题继续讨论，因为这个要讲很久。而且大家还喜欢这种主题吗？爱折纸的阿折，对对对，你也是第一次，你也是第一次，谢谢你又来看我的直播。大家对这样子的主题有兴趣吗？就是讨论这种东西，喜欢啊，是你不嫌弃企划师辛苦了。不会，我不是企划师，伪企划师。第一次，爱情才不是第一次。虽然只看到后面一点点，不过可以感受到露露的想法又更成熟了。谢谢茄子，茄子虽然今天很晚来，但是如果你有刚刚有听到一些重点的话，那就太好了。谢谢雨露陪伴我们这一个小时，不会，大家都辛苦了，谢谢你们来我的直播间陪我聊天。也欢迎大家再继续参与我下一次的直播，继续延续这个话题。博荣，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结束啦，拜拜。还没下班不太能打字，没关系没关系，很多人都还没有下班啊。阿哲辛苦了，难怪你今天没有什么留言，没关系，谢谢你。不过有人会帮我做回放吗？因为我觉得这个留下来给没办法跟到直播的粉丝补听也蛮好的，说不定他们也听完回放有一些想法会再过来跟我讨论，也不错。所以如果这一次的直播有回放的话，可以让没有补过没有跟到我这次直播的粉丝们去补。好，那大家就这样子咯，今天拜拜拜拜。你知道我现在的裤子是穿反的吗？我刚刚有发现，就是不想跟你们讲。我有几件是那种分不出来正反的裤子，然后我好像已经不是第一次直播完之后才发现，或者是直播中才发现自己裤子穿反。然后有一次是在台铁上面发现要放手机的时候，发现口袋怎么在后面，才知道我穿反了。而且那个时候我还刚从公司下班，可是因为它正版都很像，所以没有人发现，应该吧，没有人发现。还好直播只拍上半身，所以不知道我裤子穿反。我没有笑你，你明明就有。露露爸爸，茄子爸爸，大家爸爸。